近日在心动的信号三节目里，让汉的汉语词典又更新了，大家可以拿起小本本记下来了。在节目中戚薇发表自己的观点，表示在追求喜欢的人时，如果让别人称之为厚脸皮，我觉得绝对不要。听完张翰立马回应，当你喜欢一个人，你觉得他值得，你要什么脸皮？人世间的情情爱爱哪有那么绝对？其实张翰说的对，不愧是承包整片鱼塘的汉堂主。喜欢一个人要什么脸皮，喜欢就去追，别管最后结果好坏，起码自己多年以后再想起来不会有遗憾。有网友表示，不论男女，喜欢就值得，要爱勇敢追，爱情不应该被束缚，如果那个人值得，就算没在一起，但至少自己努力过了，让自己不会后悔就够了。祝大家都可以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。你认同张翰这个关于爱情的观点吗？